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金刚百折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法皆虚，儿身传遍天人心。各合掌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，五经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啊，各位同修，啊，各位各姓同宗，历代祖先九贤七祖，啊，咱中华民族15,615姓，啊，祖冠霖。中华民族97位天主帝王，圣灵及冠霖，十方幻界三界万灵众等。啊，咱现在继续过来，甲各位讲解着《百折波罗蜜经》。现在，请大家来看这经文。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闻何应诸？闻何行福积心？啊，咱这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都是正定正觉，都是佛伊所悟到的，伊伫菩提树下，伊会当开悟。所悟到的，用真理甲妙法，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咱啊，释迦牟尼佛伊悟到以后，伊甲咱啊众生的烦恼，啊烦恼伫倒位，要安那降伏烦恼的妙法，悟到八条路，八正道。啊，等于咱为心中，咱已经大学。啊，各位，恁自今日以后，啊，恁这个毕业以后咧，啊，各阶层恁的学位，啊，心灵的地位，心灵世界的高位，拢叫做学，你叫做现世，唔是学术，是现世。啊，等于讲，恁若悟到咱八正道，啊，咱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正道，嘛是咱的啊儒家所讲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。那么在咱心法，咱的法门所讲，嘛是乾德离敬顺堪乾坤。乾德离敬顺堪乾坤，啊，乾为天，无量的光明。啊，那么其中一条，咱的离卦离为火，乾德离，离就是咱的目睭所看到的，乾就咱的思想，咱的思维，正确的思维。德是对卦，德对卦。啊，地卦是口语、口业、口业。啊，
啊，正道就是讲咱正确的讲话，啊，就甲咱拢完全是贯穿的。所以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咱可能会讲两三礼拜。哦，恁唔免惊，每一届恁若来，我拢物件好送恁。哦，你话哦，师父要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几字尔，讲遐久，提遐久。我跟你讲，你若知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要用伫生活中，那么恁一里通万里铁。释迦牟尼佛自世一讲四十啊九年，伊拢讲啥？八正道呢？八正道。啊，这回咱去多伦多，啊，咱就一位啊新的信徒师兄呢，伊伫啊广东啊移民来，啊移民来咧，我问你为什么要移民来到广东？你是不是国家？是咪国家叫你今日移民来？或者恁家己移民来？哦，恁人丁稀少，在大陆只有生一个，啊，一胎化。哦，以后两阿母一定要饲八个人，你相信无？比如我做人囝，我饲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。就养四口啊，啊，结果我的男生，啊，我爱个娶老婆，老婆一边呢一胎化，嘛一口罩嘛，个四个人，伊嘛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一起要过来呢，哦，伊结婚嫁过来，嘛是爱遐济人啊，哦，那么两夫妻爱饲八个人呢，哦，这是不是？将来在中国大陆，就我们家庭的社会问题也造出来。所以恁来家呢，认真给生活，多生几个可以分摊。有师傅啊，你怎么这么讲？我只是在想而已耶。我看到你们的心。哦，这是社会问题，世界问题。而且呢，恁过来家台湾，政府可能认真过来。移民尽量移民，中国人太多去啊！啊，移民去认真生，阿拜地球村就是华人世界，阿拜天下就太平了，对不对？但是，咱中国人一个歹习惯。像我们台商，哦，那足侪伫台湾市场的小饼，饼饼咧，那个饼大陆嘛，个大家开个市里个小饼，那看到咱朱雀厝尾顶伫小拍，拍拍咧吼，两个地拍地拍拍，恁在涂骹还要你个拍，等于咱伫台湾，才渐渐渐个大陆去个小店，咱的台商去大陆袂好，不会团结。啊，我讲你们到加拿大来移民来家，虽然将来未来咱人口会足多，地球村咱华人会真多，未逢欺负，种族问题无啊，但是我们不能有那一种欺负弱势民族的想法甲行为，这才是中华民族优秀民族。我讲讲的师父啊。你这样讲，我们满盘都不对咯。我恁丢，哦，这修正是以后尔，恁爱囝教好。好，恁若要生伫大陆拢偷生，不如移民出来外面，哦，堂堂正正的生。啊，这加拿大嘞，哦，因这边的鼓励能够生，给生一个补贴偌济，生两个偌济，生三个偌济，吼，愈济，吼，鼓励福利愈好。咱老，咱就变烦恼，是不是安尼？好了，这位女菩萨的师父，你说的也对。那么你讲的话，你讲的这个佛法、道法、易经，我已经相信了。
啊，伊嘛是有一个证件，我嘛是证件，看到咱真侪人大众的内心里面，吼、哦，这个所想的民族文化、种族、繁衍、子子孙孙啊、家庭等等的问题，拢会发生。所以各位，这嘛是叫做证件。所以我想，咱人呢，总共呢，啊，国家呢，鼓励人移民，这移民有够侪了。伫多伦多的时，咱华人呐、啊，中国人呐、啊，啊，华人呢、啊，电桥七成到八成，那从我们中国大陆移过去的，这嘛是经过是一个华人，咱的华人世界。好、啊，原来呢，啊，他们在。啊，多伦多有一个叫《世界日报》，啊，开始一位记者戴小姐，啊，她来访问，啊，要登报纸嘛，要访问，问我为什么要到加拿大来谈这个，好、啊，问我很多，啊，我甲讲中华文化、道统、易经风水，未来是21世纪。这一世纪对人类上有贡献的，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工程师是啥人？易经风水学。啊，那这位记者小姐听了，伊足感动哎，伊讲那我懂了。啊，他问我两岸的问题，啊，两岸的问题在哪里？不是台湾与大陆哦，两岸是战争与和平才是两岸哦。啊，趁钱甲无趁钱是两岸，成功与失败是两岸，喜和怒是两岸，是与非是两岸。哦，悟与不悟是两岸，佛与众生是两岸。所以各位不要把两岸一直扯在台湾与大陆。台湾与大陆本来就没有问题，阿光就是恁家吼，那因为把它造成两岸问题，只是偏偏中华民族子子孙孙哈分居哈不同地点来大年啊，那现在多伦多和大陆也是两岸，啊，多伦多和台湾也是两岸，多伦多和这个马来西亚、东南亚也都是两岸。所以大家要有那一种正知正见，哦，要有正知，要有正见。所以这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咱若无了解着真理的时，你一定烦恼会足济，烦恼那么烦恼心跑出来哦。那你怎么样去降服烦恼呢？降服其心呢？你要知一些法嘛。所以咱易经大学从第12届开始。啊，到啊，这个13、14、15，好，我们从用卫星啊，直接当场上课。好、啊、了，明天呢，那就轮你大凡事，啊，人家上课。那其中呢，我也插播，啊，那就请咱各个专家、各界专家来给各位讲解。刚盖的世间一切法，首先开始由来文化院杨院长啊来给各位讲心理学和人生的探索。哦，你要做个这快乐的傻瓜不简单呢，你要有正见呢，你要有正确的见解啊，傻瓜才做得出来耶。我个人常常在想，天底下所有十方世界三界和诸佛菩萨。最傻瓜的那一位那个人是谁？就是法藏比丘，阿弥陀佛，他是最快乐的傻瓜呢。为什么？一创造建设于迄个极乐世界的净土，而且呢，弄好十方世界东西南北上下，啊，世界的诸佛诸佛。啊，无条件，只要你符合到哈、啊、慈悲的法则，拢会使去西方极乐世界，
拢会用去啊参观，去啊修行嘛好，互你食，互你穿，但水无甲你吼计较。哦，这是真正的快乐的傻瓜咧。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啊，一讲这个道，一看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慈悲，各位十方善信代表、善利息，各位同修，你莫去误着哦。世间上戆的、天顶上戆的，一人就是阿弥陀佛尔。恁相信无？哦，足侪修行家，啊，足侪咱的高僧大德，一直叫咱念阿弥陀佛，啊，无甲人讲一个讲做阿弥陀佛是啥人？伊是最快乐的傻瓜。各位，恁有法度做会到无？足无勇气的，你们不快乐，干那过笑尔。哦，所以阿弥陀佛是真的是快乐的傻瓜呢。我在民国啊，这里75年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和师母，一早起咧精神起来，我精神足好诶。心里一直想，一直想，想要去罗南，去那个广清老和尚，那个妙通寺哦，啊是圆通寺，伫高雄六股遐，哦，那个妙通寺啊，哦，我一直想要去啊，啊要去遐咧，我甲师母啊，咱阿婆真久唔捌背叛感情啊，啊，咱我开车开咧，啊，载你来去。师母讲，你今是搭一条灯啊，想到啊！哦，你要载我去佚佗？先讲我原来有心机啊！吼、哦，我一直想要去就对啦。啊，去到位咧，去佛拜拜咧，啊，行行咧，都我都出来咧。伊迄个条啊卡，吼、哦，就一本《佛说大阿弥陀经》，剩一本伫啊。我看，我就是要找这本，掀开内底。极乐世界净土是安尼建设的，哦，阿弥陀佛是安尼会成就，为什么会成为阿弥陀佛？我看法我足欢喜的，我迄个佛前甲拜咧，我甲佛咧，哦，甲阿弥陀佛，甲诸佛菩萨、三宝佛王，我一定要依法修行。所以我请大家，我等下就念出来，读足久的，读一直读一直看看内底是安尼建设极乐世界，结果跟咱的风水完全相符呢，完全相符呢，《佛说大阿弥陀经》哦，48大愿内底其中一项，我上感动，第一个看的，观音因啊，迄个都做佛的时，一定乎蒙堂。无论什么那种的呢，有灵性的就好，拢会当去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。那无安尼是，一达就无做佛，绝不做佛哎、欸。这是非常重要的呢。所以等下以后，我阵生活室也未找到土地啊，我一直伫修行，把心量学习打开。迄阵呢，我但是向我想，哎、欸，阿弥陀佛那遐傻瓜哈、啊。建设一个净土拢要放弃，啊，拢无收门票，无像日本甲大陆寺庙进门拢爱收门票呢。我甲决定，我若有机会，我一定要建设一个佛净土，吼、哦，我绝对不收门票的，我会创足水的，予十方每个人来遮来拜佛，啊，我若做会到，都予人食，啊，食的时当时咱有师兄。哦，真烦恼呢！来到寺里的时呢，哦，足烦恼，看了遐大阵信徒来去食，哦，拢无落钱，哦，烦恼安尼。有一天，啊，就摕油箱，哦，放在餐厅，啊，去餐厅呢，都还要看咱信徒食饱有人落钱无？点点都要看，结果看拢无人落，无人供养，
不然半死就去烦恼两三天。嘿嘿，咱的思想无正见，还变邪见。点着头看去啊，我烧起来啦！咱若会有法度，互人食，人遐远，登来山顶，啊，来山顶呢，换一个刀，清清菜菜无气嫌，咱爱甲感恩啊！啊，恁真好啊！哦，我卖啦，无要紧啦，师傅若食倒会好，我做工哦，做啥我嘛会一定设法来化缘，大家来遮换一个刀，结着好缘分嘛，才煞收起来嘛。你这餐厅够快乐，有香水哦，恁落无有啊？哦，啊，这咱我去看真侪戏哩，有诶内底嘛香水虽然落啊，迄嘛足好诶啊，啊布施啊，但是阿弥陀佛啦，咱妈呢，咱我要学阿弥陀佛，做一个快乐的傻瓜的阿弥陀佛。哦，这都是佛法吗？这个正见呐、啊，正见呐、啊，正确的见解，阿廖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么我又啊，就有一节的播出，啊，请咱的啊陈廖翔博士，一起留德的化学博士，嘛是咱县政改造的啊一位成员，啊，我请陈廖翔博士呢，好、啊，甲咱第所届同修。讲解宪政改造的真理，伊就是如数我闻啊，也顺口意来供养老祖，哦，咱来将治一切法，咱都无烦恼嘛，这都是佛法，这都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正见。我也希望咱中文微信中，大家拢闲事啊，闲事啊，咱来学习做一个快乐的傻瓜。学习阿弥陀佛，学习观世音菩萨，学习释迦牟尼佛，学习老祖师尊的智慧，伊的心，啊，学习上帝，啊，耶稣、圣母玛利亚，啊，是咱太上大祖、龙天护法、诸天圣神、佛菩萨，因的心量，因的智慧，那我都安尼是，我们就是什么？正到什么道？正到什么道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道，正等正觉，思想的境界平等，心量所享受的心量所享受的幸福快乐，也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！阿弥陀佛。